嘿，好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澳大利亚战役系列。虽然说2019都过这么久了，但其实感觉还没有什么讨厌的，所以也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新模组暂时了。哼，好了，反正不管有没有新的模组呢，我们今天都要继续我们的澳大利亚战役。Everyone must know our triumph. Every ally nation. And my enemy should know we are not here to fight and we are not here to lose。我觉得我们会赢啦，说真的。OK，好，反正不管怎样，我们就要继续下去。Submarine attack。OK，好，那我们今天先第一回合就这么快了。Yeah，recruit some troops。And we go。Here we go。日本还是很传统式的被占领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些盟友，而且我对我这场战役胜利与否也没有那么乐观，真的很不乐观。I shall be more. I think I shall be more faithful for my allies if they don't just die. 好了，反正不管怎样，我相信他们，好不好？摩洛哥也倒了，哦，天哪！But we have to believe them, believe our allies. No matter what, they are just having a trouble, having some trouble. They are not totally useless. Yeah，反正你们懂的。OK，然后我继续攻击，Go Geki，谢谢。战舰来的刚好，摧毁这城市。新几内亚是我们的了。接下来我觉得马尼拉有点危险，可能要去增援一下。Reinforcement will come, I sure by it. So I will not have any false hope, and perhaps my enemy will be slower tonight. 好啦，反正 Let's go, let's capture this place. Bam, 超快的。Okay, Singapore defeated, first enemy ally nation defeated. 我们等下先帮我们的新加坡的驻军清一下。扫一下，或许我们要在海上待很久的时间呢、谁知道？因为这次敌人真的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没有一次敌人是省油的灯吧？除了我们玩大国的时候，不然我们的敌人都是超级难省的一桶油。我的意思是说，很难打败的一个对手，难省的一桶油。OK，反正，Yeah，we still have much work to be done。我可以直接占领马尼拉，而且他们不会死，算是吧。但我不想那么做，我要保护他们。Yes, this is how you protect。好，反正我们就先这样子，先保卫他们的战力。我看一下，我可以趁机拿香港。They'll be quite handful，因为敌人都没集中在那里，敌人都集中在中南亚了。So I will have my chance to attack。To get the city，我也德国已经爆了，我真的对战役的前景很不乐观，真的。你要怎么乐观？I don't know，but I am not that sure that we will win. I don't want to have false hope。因为印度都爆了，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明明很正常在往前推啊，结果大家都爆了。Austria，这倒是没什么问题，因为 Austria 本来就不强。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OK，他妈还是没人办法。Yes，Hong Kong is ours to take. We occupy. Oh, damn it! You must be kidding. Ah, 我运气不佳。总之，我们的 garrison is destroyed。我想我是可以预见到这个未来的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还有机会的。
只要我们现在先具有这些小岛，他们就没办法对我们展开直接的攻击。We will be safe。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进攻，more attack, push harder and onward。OK，好，我真的不觉得我拿了香港会很有胜算，我不知道，因为香港是很重要的一处啊。好，给我首尔，我就趁机多占领一点东西吧，我们就不要管平常的伦理道德，拿更多土地上策啊。当然，钱还是要省。对，没错。All right，有那个一般的炮台也够了，我不需要海岸炮了。其实海岸炮不是很差，但是太贵了。应该说太没有意义了，因为会被反击嘛，对啊，所以还不如一般的火炮。我现在需要不会被反击的火炮，这样才可以尽量保持它们的存在。So yeah，let's go Taiwan。不过，我就算因为我们有那个事情之后，我也不太想要太参与政治，所以说不要再低下了。请各位小心，请各位不要太多的冲动跟激动留言。This is just a game after all, so no, please stop. Don't be too political. Political 是什么？反正就是不要太过于政治吧。反正我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大侠。大侠饶命，我只是玩游戏的，这样子吧。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突破这个海岸线啊？天哪，蒙古人拿走了我的地盘，他们俩连续拿走我两个地盘，哎，真是有够厉害的。可惜我没办法进去，亚塞拜然就交给那个吧，交给炮台处理掉。我的天哪，这边第一集就解决掉。那我们现在这边建立一个安全的登陆沟通桥吧，我想，这应该会让我们的登陆行动有非常大的好处，阻止他们。We must stop this man to getting through this guy. They must be, he must be stopped here and now. 你就把这艘战舰摧毁。Yes，果然如我预期的，这应该是个三级哦，两级港，两级工业哦，好吧，没关系。That's fine. I will get the city. I will get land. 真打游击战，然后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所以说没什么大效果了。这里吧。希望他们不要针对我们，不要针对我们。我们在讲什么天方夜谭，他们怎么会不针对我们？好，先塞好这些东西。下一个我们要就要拿下这个库瓦拉兰普啊，兰普尔，兰普尔。算了，反正我不要去学那个发音。如果能把新加坡保下来，我就终于可以多派遣更多的单位上阵。所以说，Yeah,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not to do so. So yeah. Let's try holding this place and get the city down. 我又怎么赢了呀？赢那么多，OK，我们守住了 Singapore. That is a sure thing to do, sure thing to hold. 这是我现在需要空军。让我登陆啊！你们这群家伙，Let me on board this place. Yeah, that's what I want. 也许我要看一下我的 arsenal 里面还有什么将军。我们的火炮将领不少吧？对啊，不少。那我们再叫一个吧。这种状况当然是要利用更多的火炮，more artillery barrage will help we hold the land。
会是我们的大将。Bang，OK，哦，马尼拉果然被拿走了，也许我们应该先去马尼拉的。好吧，我们就去马尼拉。增援，England 其实是算拿下来的。计划就是 taking over，all right。没有其他计划，就是 taking over。哇，他们还在空我的港口，不过随便他们。我们先派，啊，我没有钱，空降了。然后我有人留下来吗？没有，no，那只有他们。这是什么悲惨的结局啊？All right，好了，反正我们就先守住新加坡。我们这样用这些实力，应该可以推回去哦，菲律宾爆了，好吧，GG well play。哎，我跟那位，好难玩呐，哎，OK, now we are getting some fight with the damn communist，我是想要陷入无法动弹，但是我没有那种办法。Not now。好，我们赶快进去马尼拉。There's no excuse。真的很好奇，我就算真进攻下来，那个城市我还有没有办法守住？I got to have a way to defend the city。哦，他状态好低。His damage output is terrible。算了，我先专注在他身上。他应该是空军将领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啊，算了，反正我们就要一定要搞个坦克将领，就交给你了。这个戴坦克头盔的人，戴坦克兵帽的。好，我们要让朱可夫下车。没有人可以摆脱他们的责任，我们要在这边登陆。We must on board this place。差点就疏忽了。OK，we must beware about this horde of enemies that will destroy us。可惜我们碰不到台湾，不然我很想拿下来。Let me try。Oh, we can do it!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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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o it! We have done it! We've taken over my nati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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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hat's not mine now. Okay, 现在我的国家是 Australia, so no, we are not a Chinese now. Okay, 这是个错烂主意，超烂的主意。不要让那个家伙登陆，所以我们要丢他。我应该要 ，I'm terrible at this. Okay, I'm terrible at predicting, whatever. 啊，反正我猜测猜的那么烂，啊，我活该，我活该输掉那个步兵。往前走呀！希望我们等一下能部署一点东西来守住台北吧，不然我要干嘛？今天不守住台北，我就不继续下去。哼，这蛮狠的，对吧？因为两个人都要出去，所以说，You kidding me, right？我怎么按到他？No，好吧，好，守住这里。You take the point。我们等下把航空母舰揍掉，因为游戏这模组让航空母舰变得很强，Very powerful indeed. So we must destroy it with ease. 它的火炮真的很烂，我都忘记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空军将领了。对，I forget that. 一个苏师，一个苏师。好吧，我都忘了。好了，反正我们多拿一个城市。OK，慢走不错，我玩错对手，玩错目标了。Terrible I am. 不过我们起码又在这个地区多推进一点。
哇，这里真的好恐怖哦，挤满了一堆船想要入侵的诶。We must destroy them。现在我虽然很痛苦，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不会像上一次，不会像蒙古或者其他什么国家一样啊，一下就爆了啊，没了，我就死了。OK，我们要请个人来驻防，Not you，of course not you。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其实我真的不应该掌握一台小小的炮车而已。But anyway，我们让布兰梅在这边分别驻扎吧。对啊，我们需要台北，We need Taipei，no matter what，defend it at any cost，defend the nation and defend the island for strategic use。对啊，这是对我们战术上非常有效的一个东西嘛。有了那里，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那个嘞，就是有了这个，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怎么说，随随便便的想空降到哪就空降到哪，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这游戏那么重要的原因啊！我是说我们的岛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今天收音可能又会很差，因为我没有把我的麦克风拿在嘴边。But who knows? Maybe we will get a very good quality content 没有啦，我都不会觉得我是有 quality content 的人啊。我说我不会做 quality content，but no matter what，we are on board in this，we are on board in Manila，and we will take over it by air force。Yes，taking over is a good thing，and we do good thing every day 。OK。我在这边说的 taking over 是 liberation，OK？No, not 啊，它一下就爆炸了，真是有够烂的。好了，这应该怪我。Put it in hostile land and I demand him not to die on me. Wow, what a jerk and I am, what a jerk I am. 哇嘞，我真的很好奇，我们到底怎么从这边突破？How shall we proceed? Maybe with Kamikaze. No, that would be too stupid to do it. 你总可以把字打掉了吧？呵呵，谢谢。All right, we taken the port, the important port. All right, go go go, go and do it, just do it. I'm not Senate, but he is Senate. 我在说什么？好啦，more tank，我就不要应该不应该把所有将领都弄在这一战上面啦，唉，反正，for strategy move we go to Shanghai，嘿嘿嘿，strategy strategy whatever，anyway we are very close in stepping on mainland China。Maybe we can get some profit by it. Maybe not. Maybe they will take over it in one term. Really typical, right? Okay, 好，下回合。Next turn. 很明显，好，现在爆炸。我猜蒙古可能会拿下上海。哦，他们没有拿下来。They didn't success. They did not success. 其实不管怎样，只要不要让中国太大就好了，就要分散他们的实力，对吧？Divide and conquer，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here. But do I really divide enemies? Hell no. All right,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Mongols. 我真的很讨厌蒙古入侵，Mongol invasion. I hate you, Mongols. You guys are totally blah blah. I mean, you don't need to know what I'm saying there. 你不需要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你只要知道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就好了。Don't ask too much, or you will feel bad too. OK，我们把航母干掉，再见，Sayonara。Sayonara。话说我真的不太会学澳洲的英文，还有他们的那个口语化也是很不一样的哈。Oh, I please. For love of God, stop.
OK，下回合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拿下那个地方。哦，连伊朗都在这里，我真的是疯了病了。OK，我们下海。我的天啊，他把我的东西给摧毁了，destroy them。我们会放 rocket battery 好了，因为 for obvious reason。Okay, now we surely will capture Bangkok next turn. 我觉得我们的财政非常的优秀啊，那我不觉得我们会有问题，就是 in long run we will success. Just need more troops and tanks, perhaps. 唉，我不太想要花太多精力在防守这里，所以，哎，不是你。So we do that. 85块一回合，其实还蛮划算的啊。OK，好，哎，我都不能不知道这要怎么继续进展下去。So we may continue on in next turn.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拿下 Bangkok 还可以守下来的，尤其是我的将领其实很惨，我又想要保留他的状况下，为什么派那个坦克将领去占领？But yeah. Basically, all we can do to push onward is by our tank. I mean, general. 哎 ，Let's hope it will come to the point that I will have my day. And 哦，我觉得我不会啊。I would lose very much in favor of the enemy. 哇，他还在那个。其实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谁，我这个是耿爽吗？好吧，我知道我讲错了，对不起，我没有意思，我没有要侮辱人的意思，或者是啊，我不是哦，怎么讲都不对，反正我没有要指名道姓的意思，Sorry，I apologize if you accept，please don't give me a downvote。上个影片真的有人给我一个倒赞，不过我不 care，我不 care，我不 care。哇，在 Bangkok 居然冲出那么多一条路，所以我们只好赶快 fortified our position. Great opportunity, right? Great opportunity. Let's defend this at all cost. Die, you rocket battery. 我还是需要一个点地方站的啦，是真的。Great job and yeah，我们土地越多，其实要管的就越多，所以说，it will be hard in many times soon. It will be harder than ever. 哦，连这里都要盖一堆炮塔，是不是啊？哦，他们一直过来，stop there, criminal scum。好，不是 criminal scum，I mean enemy scum。好，我们在这边架设一台，好防止哇、哦，上海果然没拿回去了。Of course it did, taken back the land. Of course。唉，为什么去想着我可以拿下来呢？唉。好了，我们先拿下 Bangkok，我应该知足才对。但是我很想要把这整个战线给一分为二啊！哦，那是啊，这叫 cancer，you know，cancer，真的很癌，很癌症很癌，哼，管他的，癌症就癌症，癌症末期了啦！哦，damn，废了，I mean，damn，damn it。Damn it！哎，我真的有点够了，受够了，受够了，我快受够了。但是我还是得继续下去啊，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right？This is my work。Yeah, eater，let's go，let's go，let's go。Another turn that I was，我的好将领要被打败了，其实。
Not a great day for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is land. But his triumph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哦，终于有新的港口。我是说，我们终于在这边控制一点海权。You got to be kidding me. Die. Die. More ship are destroyed. 哦，这边真的很危险，很可怕哎。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推出去哎。How could I push out like this?我到底可以往哪里走？这里，这里。Let's hope I will not be destroyed. I mean, for real, we are doomed, I think. If you ask me, I would say, we are doomed. Yeah, like every enemy in the day. Oh, Malaysia is down. We kill an enemy together again.我觉得我的极限已经快到了，说真的，就是还能杀敌的极限已经到了。好，故意给他打死，然后我再招募新的，不要浪费他们的价值。算很抱歉，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浪费他们的价值。Being a fighter， 哦，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得像这样子围住整个外围啊。真的是很烦，我已经要快要没有军力可以这么做了。我说财力 ，money is important, even if we at this stage at stake。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一直可以一直失守，哦，我不能占领。Shame, but anyway， 这我可以占领吗 ？Let's see. Oh, I can capture Yokohama. How can I? I will take it as distraction. Distraction.If I can distract any of the enemy here, it will be good. Great. Great. Oh, no, wait, what? Great. Whatever. 啊，我真的对于今天的前景很不乐观，但是，让我们继续吧。Let's have some fortification and yeah, this, our mainland is fine.如果这样子，如果我一直在这边持续个20-30回合的话，我可能就不继续了吧。我天啊！如果这我真的在这边完全没有进展，一直在那边推30回合都还推不出去的话，真的我就觉得 this is too tough， you know？ 就是只要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东南亚就卡住30回合啊，也许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我没有我要骗你，我真的会放弃。不过英国干的还不错啊，他像我上一个英国战役那样的把东西都全占了，只是Europe is at stake, I cannot help them. 就看美国啦，然后我这里要靠美国，哦，哪里都要靠美国，美国也会爆炸的，我也会爆炸的，大家都会爆炸的。好啦，反正我现在就先说好了，如果我在20-30回合内都没有推出这个地区的话。我们战役就算失败，啊！拜托，不要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推出去的。我绝对不会为了偷懒而放弃。唉，但是我还是要想一想。OK， 反正不管怎样 ，We will continue our fight. We will continue our battle. Hey ya, hey. OK， 我会确保我的理智还跟我共存。I must, you know, because we are here to win the war. Right? If we are not here to win the battl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today? 好，下面这两国要让他们出海啊，到危险的地方去。我的妈耶！不过我们真的得去日本救一下水深火热的人民。我不知道我过不过得去，我可以。抱美国，我可以抱美国大腿，然后推过去，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空袭到死，说真的 ，major concern， you know。OK， 好，就让我们想办法做一点 escort ship。
就做点护卫舰吧，把他们给送到日本去。如果能占下日本，代表我们成功开启第二战场了，对啊。哦，我这到底要怎么出去啊？啊，这个将领要爆炸了，我们只能让他进那个奋战到底。Go push this. Oh no，我没办法守住，那我能摧毁这城市就够了。搞不好随便一个火炮反击，他都可以爆炸，他都可以死掉。来吧，面对你的最后一战。Okay, we still holding some at some point. Okay, 好，我尝试让一个人进去，然后我们直接在这边盖 forti 哦，我们把泰国给干掉。OK，我们直接盖 fortification，就是当做一个小小的阻拦吧，阻碍敌人入侵的借口，入口。OK，然后这边当然也要海军支援。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回合了啦，因为已经半小时了。OK，you guys die，whatever，you guys die here today，哈哈。OK，好，我们现在那边也有造船厂了，也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想办法突破这个现状。哎，好啦，我拿到了阳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守住，应该是能，应该是没办法吧，没有那个能耐，我没有那个能耐守下来，说真的。不过我现在在想放送这两个到日本去开第二战场，我们好不容易这边拿一块土地，不利用一下不行啊？如果能拿下日本全境的话，那我反攻就还有很大的机会啊。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战役系。Please leave a like to satisfy my torturing soul. All right,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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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I will make Australian knock your door. 啊，好啦，Anyway，我们到这边结束，下集影片见，拜拜。